大家好，我们是台达电，我是这次的 eBike 专案经理 Sean。 这次台达电带来了全新的技术，结合了我们的 Gearbus 到我们一体机的整合器里面，成为了一个新的中置马达。这颗的中置马达跳脱以往的设计，我们目标是为了要让使用者可以将一台 e-bike 看起来更像一般的 normal bike。 那我们目前也在找寻合作的伙伴，成为一个策略联盟。那有机会的话，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做交流。那我们的摊位在1174台中州，那我们就台中见咯。